单身孤子来出世，想我搁一个表小妹，名唤美丽啊。若讲到我这个小妹啊，自细就娇生惯养，跟随在我的身躯边。虽然讲是享受荣华富贵，但过这个个性也袂当这么强哦。是我跟丈夫踮在本庄的所在，为您铺桥走路，希望会当帮忙善良的老百姓。但可是，若受到一挂干官恶霸。实在呀，天公伯伯执法伊，我就感觉真唔甘愿。虽然明个我是金中文，那暗个另外一个身份乃是我大刀妹配菜。武林见地，暗中帮忙，百姓会想我。今天早刚爬起，在厝伺候。走。天爷过来呀！是来要创啊？你哪要讲安尼声啊？这么欢迎我，我看到我。你哪来啊？都无好康啊！你是要去外面佚佗啊？哈！吼、哦，表爷，我就知影，我的心思哦，你上解明白。迄几工日出来，底哪用会着？表爷，你甲看卖啊！我今仔超工装出水的，就是要甲你去外口面。